哇，有人抽中了，这个有吗？我可以借我拍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这应该没有 QR code 吧？没有，这是感应的。感应的，这没有。哦，所以现在这是比赛，你花多少钱？这个哦，这个花了1000多块。1000多块，两天加起来1000多块。对啊。好，那这边还在抓两只五星啊。两天加起来2000块。要宝宝块头吗？不用哈。专家说不用。块头只有还没入盘，然后你插10到15张，你再去块头。对。他在读取，是不是卡快没了？快没了。这是真的快没了。下面是双五。你要可以，现在就可以算最后一张的那一秒的最后一张，看哪一张先出，哪一张后出。奇迹当天出现了，已经9000了，是不是？昨天就9000了。火焰鸟，火焰鸟，你要去哪里，亲爱的？草喷吗？谢谢。他不就还好，下来玩这一道。对啊。不然这个宝箱搞不好又是别人中的。对啊。我就下来玩这一道就行了，因为我怪那里。高级球，高级球。中。哎呀，好可惜。继续投，继续投，继续投。哎呀，哎，不错哎，美洛耶塔哎。我们没有吗？好，这样越来越近。是呀，是挺好的。没关系，报废用你一定可以跟人家换得到了，慢慢换的。哎，不要按，不要按。有大师球没有？那就随便丢了。哎呦，彩扣边！彩虹在右边。交换。我有一个双彩虹。厉害！我打到现在还没有双彩虹过。双彩虹是什么？他刚右边不是射出去是一个彩虹的尾道吗？尾光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叫双彩虹啊。还是爸爸用，还是爸爸用哦。他的位置空间也不够啊。有机会。哎呦，他是都闪右边的，我要左边啊。如果你往左推的话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往左推应该停留在这边。啊。对。那时候是4弹，然后最贵的是耐克肉芝麻。然后一道交换者耐克肉芝麻。好哦，一定有超级球。啊，真的就超级球。有机会哦。因为他隔壁，我不敢看，我也不加油！拜托了，赶时间，走！哇，看一下能不能二战。两星有交换吗？不会，正常不会有。除非说你今天是用快头的，把一星全部清掉。奇迹道具奖励，把摇杆球向前推。太好了，超级球！一共两个火焰鸟开始有，走，看两个交换。捉到宝可梦，投币后就可以把宝可梦带回家。哎，今天还没出交换变钱呢，对呀。向前，怎样？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刚刚是闪右边吗？三星没有用啊！你三星总共4张哎、欸，你三星总共有4张哎、欸，然后还是抓不到。对啊，三星能4张啊？对啊。投币后就可以打宝可梦。把摇杆球向前推，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哇！不要抓！啊！就是说 ，it's even better。对啊。大草，大草。好大，好大，好大坨，好大坨。
不是啊。三星，三星没打死。看你啊，你可以选择给电脑推啊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走。哇，两个都没有。没有，有时候你会双大图啊。我刚没有摇啊，刚没有找火焰。准备，加油！加油！准备。把摇杆球向前拉。啊，轻轻敲。走。你们交换啊，举手耶。太好了，抓到宝可梦。投币后可以把宝可梦请投币。说什么要投钱？交换啊！有机会啊！好，交换机会。哎，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用摇杆球去啊！交换，不要换，我会建议你换，看你。这样对吗？要换。反正你还推，把摇杆球向前推，爸爸推。礼拜六，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中一个。哇，一个都没有。把球丢出去吧，补过时间。把摇杆球向前推，哇，完蛋了！中一个啊！如果被别人抓走，没办法。是精灵球。我看到没有？还是有可能。太好了，抓到宝可梦！投币后就可以打宝，请投币。没有交换机会，好可怕！交换机会。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用摇杆球去交换宝可梦。好，抓到宝可梦吗？交换，你是。啊，启动。看一下能不能炒盘。杨一鹏，你要快点哦。有机会。哦，这对，这有点大的。蹦。哇。哇！还有一只火焰鸟。哦，终于，这一次有多少？500块。500块。这里800了啦，超过500了啦。你刚算就已经快500了。对啊。好，还有一只。上下左右。这只应该也很贵吧？这只绝版了，这是去参加 Sega 比赛才有的。最早是出现在 Sega，后面是出现在 Seven。那有时候搭配活动会给 Seven 一家店10张的扣打，然后你就要去排队去抢。哦，这只都蛮强的。说购买了还是阿拉罗 Seven？ 你跟他说，雷丘送完了吗？他如果有货，他就会拿给你。直接给你。Oh, no.
用摇杆球旋哇哎我有没有按错是这个吗对 OK 没关系我帮你录了你好录交换成功哇耶我可以下班了